换了他没了，换了他没了，蓝风衣不同了。那里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透亮，好像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样。怎么弄的？外国人怎么讲究的呢？听说过美国的好货大学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。哥，杀宠物又不是一件好事了。大人一天到晚有的时候摸摸小狗，他就抱摸抱摸，咬你咬你，你看花就像这狗危险。我老汉得狂犬病，就不喜欢叫他，没那个。我们这地方。那个死了人了，把他的衣物，也就衣服、鞋子、被子不搬，不扔了，其他的东西统统都给他扔了。就是这传统习惯就这样的。有一个男孩子，然后就是手里头有点钱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猴子的大概的含义就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讲述怀孕的时候，就像这个门呀，当时在产院里，就是叫产房里审查的时候，他不叫我进，我就是哐当一脚就把门给踹开，我亲眼看到我家的就是讲这个闺女出事，我当时就是讲。他出来过后，我第一眼看到是一个女孩，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就是凉了，将近有两分钟一样。因为跟前就两个女孩，她就叫我爸爸呀，似乎就像这种心态，就像很压抑的。想想看，人家都有损的，我这跟前没损的，对吧？这个确实没办法。这现在的小孩子，你有
将近一半的小孩子都是留守子女，就是我们经常报纸上介绍的留守子女。父母不在家。父母不在家，都跟个爹爹奶奶。有一些个别有孩子，他自己烧自己吃。国外啊，像这一点呢，可能都不理解。以前的一家子，像我们子民们都是四个五个，现在呢，最多不过两个吧。好好学习，这边是天天向上。这是谁讲的？毛泽东，毛主席讲的。As a Chinese people, I think, we should learn some, good things, some things, our country don't have, 然后 it's my dream, but I don't think it will come true.